惊蛰有三候，你知道吗？每候有五天，一候桃始华，气温回暖了，桃花开始逐渐盛开。二候仓庚明，仓庚是指的黄莺，春天来临，万物复苏，黄莺开始在山间啼叫了。三候莺化为鸠，鸠指着布谷鸟，在惊蛰的第三个五天里，万象更新，布谷鸟在山谷中鸣叫，提醒人们该耕作了。